在这一边它要 prove that tangent A 和2是一减 cos A 和 sin A， so 我们是从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一边开始， so 我从我的那个 left hand side， 没有 right hand side 那边开始， OK， 我从 right hand side 这边开始，然后它会变成一减 cos A over sin A， 然后我们知道呢它的这一个A 呢，我可以把它想象成两个 A 和2，然后我的这一个我也可以把它想象是两个 a 和2，所以它分母的部分非常简单，它就会变成2 sin a 和2 cos a 和2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因为我们知道 sin 2a 会是等于2 sin a cos a， 然后我的那个 cos 2a 呢，它有很多种选择，但是我知道它 tangent 是 sin 和 cos， 所以上面我要用 sin 的，我就用那个一减2 sin square a 和 a 的那个 formula， OK。它另外那个 cos square 减 sin square， 然后2 cos square 减1我不用，我用1减2 sin square a， 所以在这一边呢，它更容易的话呢，就是说你把这个绑过来，这个绑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了那个2 sin square a 会是等于1减 cos 2a， 所以厉害的，你看1减 cos a 的话呢，它就直接会变成2 sin square a 和2，厉害的人会这样，他可以直接这样看到这一个东西。OK， 如果你不会的话呢，你就做慢一点的速度，它这一个是一减二 sin square a， 然后你这边再跟它这样乘进去的时候，一减一没有，然后减减加 ，OK， 好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的二越 sin sin 越，然后它就剩下 sin 和 cos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sin a 和二 over cos a 和二，我们知道 tangent x 会是等于 sin x over cos x 嘛，所以在这边这个就会变成 tangent a 和2，也就是我的那个 left hand side。OK， 好，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刚刚的这一个其实是用这一个东西 ，OK， 是这一个地方，这一个会变成 tangent 哦，然后还有这一个2 sin a 和2这一个呢，我其实是用这一个 ，OK， 也就是我的这个 sin a 和2啦。然后我的 cos A 这一边呢，它是用这一个或这一个，然后其实呢，我的或者是你更厉害的话，你是用这一个直接 sub 这一边来 ，OK， 然后 sub 进这一个 ，OK， 好，来我们再来看 B 的这个部分 ，B 的部分呢，它要我们画那个减三和二 sin A， 所以我们有这一个。y 等于三 sin a， 首先我们知道 sin a 的 graph 是这样，然后它原本是一根减一，一根减一，可是这个是属于 sin a， 然后如果我在前面放一个减三和二的话，这一边它就会变成减三和二，这边变成三和二 ，OK， 不是减三和二，我这个是三和二，不用减，它没有减，它乘三和二，就是它倍数变成三和二和减三和二。然后现在我的这一个再乘一个减的时候，它是上下倒反，上下倒反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这样，这一个 graph 会是这样 ，OK， 所以它这一个是什么三和二还是减三和二，然后这边是二派，这边是派，然后这边是派和二，然后这边是三派和二，这个是 x， 这个是 y， 减三和二，然后 sin a 这样 ，OK， 好。来，在这一边，他说 ，hence using the same axis sketch a suitable straight line and to find the number of solution for the equation。所以用 same axis 的话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变成减三和二 sin a 这样的东西的存在。所以我要把它变成减三和二 sin a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 ，OK， 还会用到我们通常都会用到这一个 ，OK， 上面给的这个东西 ，OK a 的部分，你 prove 不出来也不用紧，你还是可以用到。OK， 你就是说假设你上面然后 prove 出来，但是你知道这两个关系 ，OK， cotangent 呢，一是一 per tangent， 所以我这个是一 per tangent a 和二，是一减 cos a 等于减 a 和二派，然后我的 tangent a 和二呢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减 cos a over sin a， 然后一减 cos a 等于减 a 和二派。所以在这一个我的 sin a 其实会踢上来，然后我的这一个跟这一个直接越减，所以我就会变成了我的 sin a 会是等于减
这一个 a 和二派，OK，sin a 会变成减 a 和二派。来，在这一边呢，我觉得我可能有带错东西掉。6.3 SPM past year，然后2019的第十题，OK，它的这一个是，哦，是哦，真的是 A 哦，它这边有 A 哦，OK，是 A 吗？是 3A，Y 等于 3A per 4派，A 等于0的时候，Y 等于0，然后 A 等于2派的时候，哦，它，哦，这个是 A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它这边是 X，不是 A，对。是 A 不是 X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我这一个它要变成刚刚的上面是减三百二三 A 嘛，所以我要在前面乘一个减三百二，然后后面我也乘减三百二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 Y 哦等于三 A 百四派，OK，就是说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。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东西，这一个是 tangent，我放这一个东西进来，OK，然后我的这一个减三百二三 a 这个东西呢，OK，其实是等于 y 是在这一边的这个东西这一边，好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这边我就那个 a 等于零。OK，我在这边我就 a 等于零的时候，y 会是等于三乘以零除四派等于零，所以零零是它第一个点。然后我的 a 等于二派的时候，y 等于三乘以二派除以四派，然后我这边派派约一二，然后它就是1.5哦，三得二就是1.5啊，二派的时候呢是1.5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零的时候是零。零的时候是零，然后二派的时候呢是1.5，在这一边，这样，所以它的 number of solution 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OK，它的 number of solution 是三个 solution，这样，一二三，记得我们要用铅笔来画啊，这一题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